欢迎各位莅临2016年度第14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斯巴鲁展区。本次汽车展斯巴鲁展台主题是拥有斯巴鲁的愉悦生活。斯巴鲁希望通过高安全性、令人愉悦的汽车产品，让客户体验到充满活力、积极向上的快乐生活。为此，斯巴鲁始终在提高车辆的安全性能以及令人感到愉悦的驾驶这两方面进行产品研发。让我们掌声欢迎张靓颖。让拥抱给不安温柔关怀，让勇敢给明天更多依赖，感动的是指尖能感受美好的存在，我愿意为你等待，感激所有的心无怨无悔，哪怕千山万水只往前飞，大家喜欢这一首歌，喜欢斯巴鲁带给大家的这种温暖的感觉，我也希望这首歌真的也带给大家同样的感受。为你所爱第二季的宣传片，我们特别荣幸能够请到靓颖，这就是整首歌我们觉得表达最贴切的一个意思，然后也非常符合这样的一个短片的内容。为你所爱，靓颖有着自己的坚持，斯巴鲁呢也有着自己的坚持。其实靓颖今天还特别贴心，为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带了礼物。接下来呢，饭店总经理和靓颖会把三道问题送给我们场下的媒体来宾。如果您知道问题答案的话，举手，回答出正确答案就可以拿到礼品了。斯巴鲁的全套超模送给大家。我们特别感谢靓颖把这么美好的歌声和这么美好的时光留在斯巴鲁的舞台，也希望借今天的这样的活动能让每一位朋友记住斯巴鲁这个不忘初心，始终把安全置于首位，为所爱之人打造安全的品牌。 Subaru